各位，这是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一间叫做焗烤，叫焗烤吗？焗烤寿司啊，各位哦，哇！我说要吃这间呢，我老婆的心情特别好。为什么？啊，就想说，哎，看到阿爸，我们来吃吃看好了。哇靠！你看这个看起来很美味耶，这个我会很想吃耶。这是套餐的，你看，附这些小菜。可是它小菜不是很美观，哎，有你要的烤地瓜，有你要的烤地瓜，烤地瓜，对啊，其他都还 OK 啦，好，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，对，你先吃吃看，哎，你的也来了，加油，哦，好，谢谢，香芋烧在这里有没有呢？这个是单点，对，那你的，哇，好，你先拍。它切开了，它早就切开了。真的。这样。哇，三层。什么三层？就是寿司。哦。跟你一样三层肉吗？嗯。如何？很特别的味道。很特别啊。嗯。可以，很好吃。那你可以吃看看章鱼烧。看我的章鱼烧。生意蛮好，蛮多人来买。啊，完了。怎么完了？你等一下一定会跟我换。为什么？你没有瓦萨比。不是我刚刚叫他加的。是啊。对啊。吃章鱼烧不是就要加瓦萨比吗？真的真的很奇怪吗？章鱼烧味道蛮浓，你应该蛮喜欢。就是这个甜甜的，你应该会更喜欢。哦。我跟你讲，先吃这个，再吃这个。好。好，来。妈妈，这个是妈咪的，妈妈，不要。耶，我的。妈咪，妈妈，可以吗？可以吃啊，小菜啊，小菜好像还不错啊。哇，还有水果！你怎么把它分离了？还在这里？对啊。哪一块的？大吃好看。木瓜。哎，真的蛮好吃的，很特别。很特别，你的味道好像是扁的。嗯，那我没有吃到瓦萨比。你没有吃到瓦萨比？没有啊。我没有感觉到什么。我分一个给你，我把这个拿开。这个好吃。然后分开了之后，对不对？这个给你。你试试看，要咬一半了。哇，你看你看，很急耶，很急耶，你看，急着要吃。好吃哦，你觉得哪一个好吃？就好像我现在咬凤梨夹球，然后配饭。对。你下次要不要做我看？掉进厨房。请你吃进去再讲话，不用含在嘴巴里都可以，然后东西都快喷出来的感觉。嗯，对不对？可以哦。哎呀，就是它有点像是，我下面是寿司，然后上面再用一些配料焗烤这样，对不对？对。很有创意，蛮特别，嗯，创意量，对啊，可以自己回去做做看，嗯，可以回去做做看，不过你应该是做不出来的，我都还没有，因为我们有加99块，它就有附茶碗蒸，还有甜点，没有，茶碗蒸冰还行，对，然后我这个是套餐，就是有附3个小菜加一碗汤跟水果。
这样要多60块。那单点一份就是这样，那我们就是一份，然后一起吃这样。然后这个还要再加99块。三元，我看一下这里。哦，它茶碗蒸，然后还有鲜奶酪跟冰淇淋呢、啊。因为鲜奶酪是波波喜欢吃的，啊，冰淇淋是我爱吃的，就刚好。可以啦。哦。它就很搭配那个日式的感觉。嗯，好好吃哈、啊。我们快吃完了，有没有发现？哇，这个蒸蛋，哇，被老婆吃了那样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它收一收。你为什么要吃成这样？因为不会掉啊。而且我第一次哦，看到他吃的速度比我快，你看我还有2块，然后他吃的比我快，因为他觉得好吃。那你不要拍我，这个很乱。很乱又怎么样？我还没剪干净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这么干净？那、啊、你的？因为我只要吃有夹东西的，就会变成食物，它一定会掉下来。我跟你讲，一定会掉啦，因为它没给，它没有给汤匙。因为你嘴巴比较大。对，啊，你那个是柴鱼，所以它会容易掉。对啊，那不一样。评价如何？还不算很特别，嗯，算很特别。然后老婆说她想要回去做做看，可是我跟她说你会做寿司米吗？还想要回去做做看，嗯，不会做。嗯，我有在日本料理待过了，我大概知道一点点。可是你还要去买那些设备，有点麻烦。很多啊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直接问我朋友可不可以直接跟他买寿司饭。你干嘛？你干嘛给你点呢、啊？因为我朋友开寿司日本料理店嘛，可以去你那边做。哎，我到了吧？哎、欸，买这样不错哈、哦。娇妻厨房进阶学习，娇妻厨房。照片中直接做，对不对？还不错、哦，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，哇，想不到这样吃个东西就可以想到题材，很棒很棒，之后再拍给大家看。好啦，那我要把这边吃一吃的，我觉得还不错吃。然后地瓜有冰过，还蛮好吃的。哇，奶酪上来了！你看，他有说那个是黑的，那个是我马上忘记。巧克力粉吗？不是。要不然呢？花莓？哪里的？没有的，它是可以吃的。就黑黑巧克力粉啊。有一个名字。奶酪是你喜欢吃，你很喜欢喝牛奶，然后又很喜欢吃奶酪，很喜欢吃 cheese。我跟奶有关。对，然后还有优格。以后有没有奶？只要是白白的，你都喜欢，包括我的。你很恶心耶。什么啦？我只是说包括我的什么，我又没说什么，我没有说什么，你很奇怪，都乱想啊，你很爱乱想，真是的，看平常不要这样乱想好不好？你吃啊，好，我吃一口看看。哎呦，哎，它味道蛮淡，不是那种重口味的奶酪。对不对？还是有一点奶味啊。这个味道我可以接受，我觉得 OK， 嘿，这个味道我可以。那我们还有甜点呢？还有冰旋风。对，我的冰旋风来吧，欧旅游，开心啊！它是冰旋风蛋。哦哟，赞哦！好，等它上来。哇，你的冰旋风来了！我要切开了哦。超切。咦？哎，你切不掉，因为太硬，对不对？对。要不然你用咬的呢？哇，这个是马吉耶。对啊，大福啊。大福味，大福冰旋风。干脆用咬的算了。先冲进去。太硬了，好笑。哇，好多皮哦，包皮。你放屁吗？Hello，
这个冰淇淋像红绿的感觉，一点包很多，对不对？口感很好，真的。包括你咬下去的那一刹那，跟你把一个不好的东西排掉的时候，特别的舒服。你就直接尝试不去吃。你很奇怪呢，反正就讲一些有的没的呢。嗯。怎么样？可以对不对？其实也不会太冰。那、啊、你为什么不拿那个我插下去的？你硬要用汤匙？可是我拿不起来。叶子压着。好，对，对对对。我刚刚吃到这个。哇哇哇哇，这不是我的吗？哦，你不能吃冰的人吃那么多。要洗外包，要洗牌，还不错吃哎、欸！我以前可以吃冰的时候，我超爱吃这种，那种麻子的很大，这种的，很好吃。对啊，要不要去买呀、啊？看你自己想想，知道吗？真的、哦，有咬到，咬到一点点，咬到皮。好了。好，我们慢慢吃。满足。音乐太大声了。